怎么驾怎么车啊？哦，在 Camry 刚刚还很沙嘞，这样子。各位要看我飙车吗？还有谁？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啊，飙一下好的。前面红灯，我不想再加速了。这边就是前面那个倒数计时，以时为单位的。我们继续哦。好了，对，我们就直播一下加速好了啦。现在三档，但是前面刹车塞车了，也快不了。然后另外政治的话，也不算政治，你要说是国家观察的话，可以看政经关不了哦。我唯一不是唯一推荐的，是最先推荐的，我政经关不了。有关于一些政府不想告诉你的事情，那还有108的演播室，是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博士，他做主持的，他主持比较平淡，一个光头光的这样，然后比较没有什么特效或字幕等等，但是他讲的东西有时候你可以去思考，好，可以思考。那另外还有什么？我们政治方面的，还有像什么？比克王，好，那你们可不可以想说，那为什么我都要推荐这种，好像跟政府做唱反对的这种东西？因为我们要思考一下，政府一定会包装嘛，好，这种包装，那我们所谓的陆海空三军，第四军就是网军或者是媒体，那监督政府是媒体的责任呢？现在快扣不了，你看龟车这么龟了。哎，我哦，刚刚坐起来这，后面那太太不想刹车，我知道，再到前面刹的吧。这道可以左转，没错，所以停顿是没问题，只是他不想刹，所以我就一直滑前面来。往绿灯，应该往绿灯左转，走吧。152。那台哦，头他在那边跟，他可能想说啊，他那个是2.4，我怎么样，很厉害。伤还要跟，我去买个面包一下，明天的早餐。